宜蘭縣要殺國道客運甲雙北捷運一個月2300元的月票，原本是講十月要開始來實施，也毋過即馬咧，即2亿外的旅客軟體的費用，煞一直攏無通過公路局迄關。縣府是表示，公路局最近會閣來開會來審查，若準講設定費的補助通過，伫年底就會當實施。在国道客运入卡了后，就会当上车，唔免阁买票，费用也较俗。宜兰县政府配合交通部公路局，五月推出交通月票一加百三项方案，其中国道客运千八，甲县内市府客运750元两项方案八月通过已经上路，还阁2300元国道客运包含双北市区公车坐运 U-Bike 的北宜生活圈方案，确定无到底十月准时上路。这个部分其实在整个计划已经送给。交通部公路总局那边去审了，但是因为经费相对庞大了，那所以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被审查核定。广府表示，北宜生活圈方案拢总有14000多台路卡机爱实地订设，目前已经在使用中的3间路卡机厂商报出来的订设设定费是2.67亿，以负担比例中央高雄广府之城，也毋过交通部公路局也未核定补助。像每天都要搭捷运，所以。有这个会比较好，希望赶快上。怎么说？因为就会有需要，有需要这样子。订坐车来往台北宜兰的民众，对北宜生活圈方案有期待，认为使用起来较方便，优惠也较济。观众朋友表示，公路局最近会开会审查，那方案补助得到核定，厂商经过2至3个月设定路卡机停售了后，年底2300方案都有机会上路。不过确实时程要看公路局审计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